连这都能挡下，挺厉害的嘛。你以为这种程度的魔法伤得了我吗？虽然那个精灵也挺厉害的，但最强的还是你。作为一个人类，你很了不起啊。尼蒙，你的废话可真多。真的是人类吗？怎么会这么强？没想到龙的实力也不过如此。